穆医生是你亲戚吗？不是。那他救过你们娘俩的命啊？没有。那你救他干什么？因为他是好人，我见到的第一个好人。这个姓穆的可是个共产党。你说他好，你是我们的敌人。我就说他好。 我就说共产党好，共产党来了就再也没有人敢欺负我们母子俩，他们给我们粮食，给我们尊严，我豁出我娘俩的命也要救他。我都说过了，这个穆医生他是我的仇人，是我的杀夫仇人。你说他好，那你也是我的仇人。 但今天看在你跟我爹子哥哥一家团圆的份上，我不跟你计较了。但是这个穆医生，我杀定了。现在抓紧，跟我去点天灯。是。是你的丑八怪。 小玉说过，把我点天灯吧。来人，把那个哑巴给我绑起来点天灯。是。去啊！等等。 是看我动手，他才动的手，轮不到他。来人，把我绑上。你放屁！今天是老子大喜的日子。
你，那个女人，还有一个不知道从哪个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孩子，你们全给老子搅了！你还没闹够啊，十九！你想闹天宫？这里不是皇山。你爹是老子才是王，把人哑巴捆起来，给我跪一辈子点天堂！好啊，银殿山的人个个都是好戏子，演得好逼真呐、啊！我庞桂英虽说是女流之辈，可也不是不通情理的人。我要杀的是龙芷文和穆剑臣，跟其他人无关。既然银殿山帮我报不了仇，那爹的哥哥，咱们就此别过。青山常在，绿水长流，后会有期。实在伤心，走。是。韩寨主。我顶撞我大哥，是银殿山的家事，我愿意领受家法。今天我还冒犯了您，银殿山有山规，这条胳膊是您的。汉子，好，司令调教的兄弟果然是有担当有义气，我孟竹姐也是深明大义。不过孟竹姐，你现在势单力薄，我看还是留在这银殿山上好。当然了，你要是想回石牌寨，那我可不拦着。司令，经过今天晚上的事情，我想这亲事以后也就别提了吧。接下来咱们好好商议商议，等我们打下了茶城，我一定把龙芷文跟穆剑臣亲手抓来，给我孟珠姐报仇。上山就中了埋伏，好不容易才撤了回来。林叔叔受伤了？重伤，连夜送到桂林去了。那穆医生？拦住他！拦住他！当心点儿！放开我！
再忍一下，马上就好。谢谢你，小雨。你冒着生命危险不说，还把自己最隐秘的事情说了出来，真是难为你了。但我还是要怪你，你不应该带着小雨逃，冒着这么大的风险来救我。昨天晚上，如果你们母子出现什么三长两短，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我自己，明白吗？在我心中啊，是一个特别温和、柔弱的姑娘。可是昨天晚上之后，我突然间发现你还是有脾气的嘛，而且脾气还很大。你不知道昨天晚上你发起脾气那个狠劲儿啊，把我都吓着了。不单单是我，就连银殿山上那帮混世魔王都得敬你三分。穆医生，我都想好了，如果救不了你，我跟芋头就跟他们鱼死网破，反正我们活着也没什么意思。共产党来了，我们活得才有个人样，我们活得才有尊严。现在他们要害共产党，要害你，我绝不答应。小雨，你放心，小芋头以后还有我呢。穆医生，谢谢你。好了，不多说了，我得赶紧回县城跟谢书记汇报情况。你好好休养，过两天我再过来给你换药啊。穆医生，哎，你别动，小心伤口。穆医生，别去，不能去，他们会把你抓起来，会把你枪毙的。不会，共产党是讲道理的组织，真的假不了，假的真不了。这句话我听你说过很多遍了，可是这次不一样，他们已经把你当特务了，我亲耳听到的。那是因为我一直没有机会亲自当面详细的跟他们解释清楚，所以我才要马上赶回去，我要当面的跟他们汇报情况。我总不能这样成天在外面晃荡吧。现在全察城的人都在追查你，不管是谁，只要有枪就可以击毙你。小月，但是我相信党组织，相信谢书记。共产党呢，和土匪不一样，土匪靠什么呀？他们靠让人害怕来维持他们的组织。共产党不会，他们靠的是信任，还有纪律。只要咱们的心和共产党在一起，相信共产党的信任，党就会相信我们，就会理解我们。而且谢书记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这条命是他救的，我不想让他认为他救错了人，我要让他知道我是真心实意跟着共产党走，我是真心想要解放军。那是大白天的，你也不能大摇大摆的回县城。这样吧，穆医生，您把这身军装脱了，施救才是有救衣服。您穿上，乔装去现场，可以吗？不用换，我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，我当然要穿这身军装了。现在是新中国了，人民当家作主，我当然要堂堂正正、大摇大摆、大摇大摆地走在回县城的街道上了。小月，你放心，刚才你也说了，邪不压正。我会平平安安回去的。哎，对了，穆医生，你等一下。
穆医生，您看这套可以吗？这是您之前劳动时换下的衣服，我还没洗，您穿这件回去吧。谢谢你，小月。医生，是我呀，黄护士，我回来了。真是你啊？真的是我，你没想到吧？我也没有想到。我跟你说，居然是小玉同志救了我。黄护士，那天我一着急抢了你的手枪，我该给你道个歉，对不起。不过后来上阴电山，手枪又让土匪给抢走了。不过我记着，我欠你一把手枪，回头我想办法弄一支更好的还给你，行吗？瞧你说的，哎呀，大家都担心坏了。这不，我一晚上都没睡好觉，一大早上出来给个老乡看急诊，看完了就着急赶紧回去。可是这一路都害怕回去之后听到不好的消息。这下好了，在这儿看到你了，这下可踏实了。咱们边走边说。好。我跟你说，简直太神奇了。我真的以为自己回不来了，没想到小玉她救了我。我跟你说，当时的情况特别紧急，你不知道小玉有多么的勇敢。你们有没有打听出来，那个丑八怪到底是什么来历？为什么三番五次的为难我们？我问过阿九，他说是一个兄弟介绍他上山的，那个兄弟也说不认识他，只是回乡时看他可怜，要饭都没有人愿意给，就把他带上山了。看他那个样子，怕是有过什么惨痛的经历。陈十九说是他的人，也许陈十九知道。夫人，我倒觉得他不像是在为难咱们，更像是在保护那个穆医生。哼，那就更有意思了。那这口气我们就这么咽下了？仇虽然没报，但银殿山再也不是一块搬不动的铁板了。夫人说的是，少了陈十九，陈店子就少了一个肩膀。可是，陈十九真的会投靠我们吗？哼，天下再好的兄弟，也夺不过这杀父之仇，夺妻之恨。真的要回去吗？当然了，不回去我能去哪里啊？你怎么就不明白呢？现在情况真的很危险，你回去搞不好会被枪毙的。你跑吧，我就当我没见过你。不行，领导越是怀疑我，我就越是要回去。我必须当面跟他们解释清楚，而且我确实有重要的情报要向他们汇报。就算把我抓起来没关系，我相信只是暂时的，他们总得让我开口说话吧。建臣，现在情况真的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。你走吧，好吗？不会有人知道我在这儿见过你的。黄护士，我谢谢你的好意。放心，一定会没事情的，相信我。走吧。站住！你还来干什么？我来看看孟竹姐怎么样了。还能怎么样？仇人都到跟前了，却又跑了。还不是跑了，是大摇大摆的走出去了。换做你，你会怎么想？我理解，所以说，还是孟竹姐深明大义的，
没有再继续纠缠这个事情。你少给夫人戴高帽。我问你，你为什么一直拦着夫人不让她报仇？怎么会不让她报仇呢？你们不是都看到了吗？我也朝那个解放军开枪了。那你为什么不直接杀了那个龙之文？不是不杀，是暂时不能杀。你想想看，姐夫的仇人不只是龙之文，还有共产党解放军。我们要对付他们，就凭咱们几个加上阴电山的人根本不够，还得联合周培龙，所以暂时不能杀龙之文。七仔，哎，方喜，我一直想问你，你们和夫人怎么会上山当了土匪呢？当土匪怎么了？我觉得挺好的，仗剑天涯，快意恩仇。我不是说不好，我只是好奇，到底怎么回事？那时候总头人逼夫人嫁给一个当大官的人的儿子，可是夫人偶然得知那个大官的儿子有残疾，夫人不愿意，可是总头人逼夫人一定要嫁给他。成亲那天，不知怎么我们寨主就出现在抢亲的队伍里，就把夫人和我们俩都抢走了。我们上了铜锣寨，才发现山上的日子悠闲自在，看谁不顺眼了就干上一票。寨主对夫人又始终恭恭敬敬的，所以我们就留下来了。后来他们成了亲，夫人就把名字改成了穆桂英的桂英两个字。啊，我明白了。所以就是因为这个，总头人跟孟竹杰就断来往了。嗯，总头人几次劝夫人回去，夫人都没有答应，所以就跟夫人断绝了父女来往。后来山寨两次有难，夫人去求过他，但是他要求夫人一定要跟寨主断绝关系才肯帮忙。夫人心疼寨主，当然没有答应。总头人一气之下，不但不帮，还要攻打山寨抢回夫人。结果也就是那次，夫人刚怀上的孩子没有保住，夫人就更恨他了，两个人就再也没有任何来往。别说没有来往了，每次我和七彩不小心提起来，都会被他臭骂一顿，害得我们连提都不敢提。你想啊，如果总头人跟夫人没有问题，我们早就回石牌寨，谁还会跟陈癫子这个神经病待在这个破地方？话是那么说，可你们就这么漂泊在外的也不是个事儿，多辛苦。再说了，总头人跟孟竹姐毕竟是父女关系，血浓于水，总不能一辈子不见了吧？说的是呀，你还知道心疼夫人，算你有良心。你这话说的，我跟孟竹姐从小一起长大，就跟亲姐弟一样，别人不清楚你不清楚。你的心呀，我们还真一阵阵的看不清楚。哎，算了，你来了正好，你和总头人还有夫人两边感情都很好，不如你来帮他们讲和吧。想来想去，还真只有你能帮得上这个忙了。怎么样？行，没问题，这事儿啊包在我身上。梁老女，衣服真好看。你知道我现在最想吃的是什么吗？猪肉白菜馅的大包子，关了几天什么都没吃，饿坏了。得跟组织解释清楚，我得好好吃一顿。哎，这不是狗跳舞吗？哎，你干嘛敢回来你啊？哎呀，这祸害还敢大摇大摆的路上走。哎，是啊。哎，干啥去？干啥去？哦，你就是那个穆医生啊。大妈，是我，穆建臣。你还有脸回来你？你勾结银边上那个陈癫子，害咱们大军中了埋伏。大妈，您说什么？害大军中了埋伏？你装什么蒜呢你？大家听我说，大妈，乡亲们，我上山是去为了救人的，我没有勾结陈癫子，我穆建臣也绝对不是什么国民党的狗特务，我这次特地回来就是要跟组织汇报我的情况，请大家相信我好不好？啥意思？谁敢信你啊？就是你害咱们大军一死几伤，对大连咱该怎么办？哎呀，什么呀？打死他得了！放手！穆建臣的问题，党和政府都还在审查，你们都黑什么大人啊？他审查个啥呀？通缉令上明明白白写的，就是他害咱们大军，害咱们大军的就该有体谅。哎呀，
说你和这个坏蛋大摇大摆的走在一起，你也不是什么好人。行，不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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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姨太在下面休息，这个让他上来，别离太远，你们都私下去看看。是是，嗯。年轻人，在林子里可别乱走，小心被猎枪给误伤了。晚辈也是来打猎，没想到有缘碰上了你，也见识了军座的好枪法呀。军座，那都是过去的事了。你要是不说，我还真想不起来。从武昌城到台儿庄，第七军战绩彪炳，是我们桂系的骄傲，广西的骄傲。军座，这事儿您可以不提，我们不能不提；您可以忘，我们不能忘。不过我看，不光我们忘不了，这共军他们也忘不了。据我所知，几天前共军的一个运粮队被劫了，出手的是一群黑衣蒙面人，这些人装备精良，训练有素，堪称精锐。幸亏军座现在是韬光养晦，否则这共军区区一个班的运粮队，他们一定有来无回。哼哼，你对解放军的动向掌握得还很清楚吗？看来你不光在我们周家大院有内线，在共产党内部也有内线吧？军座，晚辈也是担心您的安危。当然，我更担心的是，军座小看了党国的力量。我是有几个家丁，周家大院那么大，那么多人，总得有几个看家护院的嘛。但是说上精锐，那有点小谈。军座，您话虽这么说，可是那共产党未必这么想，否则就不会搞什么收枪运动了。您想想看，这全县有十几个乡，为什么单单拿着莲花乡开刀呢？原来是你跟共党的内奸相互勾结设计，苦苦相逼于我。老爷，老爷，你不能杀他！你要杀了他的话，你先杀了我吧。好，今天你们两个正好都在，我再说一遍，再为你们狗屁党国来惊扰我的女儿，就把你们两个都杀了喂狗。军座，
晚辈是真心诚意的想跟您共商大计，成就一番事业。如果惊扰了大小姐，晚辈请您原谅。不过我也真的提醒您，这共产党不会允许你保留你的私人武装，你们早晚会被歼灭。晚辈提醒君座，尽早做打算。你休想指挥我！晚辈不敢，晚辈愿随时听候君座差遣。你快回去吧。我现在是居无定所，你跟着我只能吃苦，说不定再把命丢了。我不怕，反正早晚也是一个死，他跟你死在一起。哎呀，我都这样对你了，我都这么护着你，还要我怎么办？你也看到了，你刚才对我凶神恶煞的样子，他恨不得扒了我的皮。我不回去。难道你就不怕我回去了以后他杀了我吗？不会的，他心里边有你，你回去以后不会有任何危险。你跟我在一起目标太大了，我什么工作都干不了，我不能开展工作，这茶城拿不下来，我怎么回台湾，我怎么带你走，你明不明白？三姨太，老爷说你该回府。你看，他心里边是有你的。快回去吧，你相信我，再忍忍，不会等太久。听话，走。备上了你最爱吃的荷花鱼，还从赵贵叔那儿拿来了最新酿的三花酒。一会儿啊，美兰再给您唱您最喜欢听的梁红玉。今天晚上您就住我那儿吧，好吗？周福，老爷，让阿廖扶三姨太进屋。阿廖，站住。怎么，你嫌弃我呀？知道我跟特派员好上了，嫌弃我是不是？梅兰，喝醉了。站住！你不生气吗？我跟特派员好了。你还不生气？你们都给我听好了，你们家老爷周军长，他就是一个废物，他什么都不行，他就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废物。放肆！
杀了我，一定要打死我，现在就把我杀了吧。美兰，听话，太晚了，进屋吧。啊，我不会。精神医生，你给我绫罗绸缎，我什么都不要，我净身出户，我都留给纸人。我知道你心疼我，我知道我水性杨花，我知道我不踏实，可我的心从来就没有在你那儿过呀，老爷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了，你休了我吧，你放了我吧。住手！还愣着干什么？三姨太，起来了，回屋休息。放开我！你又不舍得赶我走，你又不愿意杀我，你天天让我在这空空荡荡冷冰冰的院子里我自己一个人，我受不了了，我受不了了，你这是在杀人呢，你赵北老，你杀人不见血呀，你好好的回屋去！我这谁呀？你把我的心！你再给我！赵飞龙，你放了我！回塔，让他先醒酒！我不喝，我不喝那个臭味了！你见到他时，他怎么样？精神状况怎么样？有伤吗？左肩膀上有枪伤，但应该是旧伤。状态还可以，精神也很好。苦肉计。苦肉计？您的意思是说，我们曾经打算派部队去营救穆剑臣和龙指纹，对吗？曹排长还中了埋伏，后来我们识破了敌人的诡计，没再派部队去攻打银殿山，对吗？对啊。后来龙指纹毫发无损的下山了，反复的要求部队去营救穆剑臣，但是被我们拒绝了，对吗？对。再然后，龙指纹口口声声说的要被点天灯的穆剑臣，也毫发无损的下山了，对吗？对。谢书记，黄护士说穆剑臣的伤是旧伤，而且见到他时他的精神状况很好。这个穆剑臣毫发无损的下山了，我怀疑这里边是苦肉计。我甚至怀疑他现在已经醒了，在偷听我们的谈话。穆医生，我说的没错吧？首先您来了，穆医生，你是怎么下的山呢？小玉救的我，她为了救我付出了很多，受了伤。那小玉人呢？现在在她自己家养伤呢。谢书记，我刚刚听说为了救我和小龙，部队受了很大的损失。一死四伤，伤员就在隔壁。对不起，我也是一心想营救小龙，知道会牵连那么多战友。对不起，现在说对不起都晚了。谢书记，在银殿山上，我又见到了那个国民党的特派员。他现在是陈天子的参谋长，而且和潘桂英的关系非同一般。我现在想想，小龙之所以被绑架，银殿山上的一切阴谋都有可能是他设计和操纵的。幸亏你们及时识破了敌人的诡计，
避免了让部队受更大的损失。现在说这些不都马后炮了吗？本来这次就想追你为烈士了，谁知道你小子活蹦乱跳的回来了。是啊，我也以为这次我差点就光荣了，可能是我命硬，阎王爷嫌弃我又让我回来了。不过说真的，我得感谢小玉，没有她我可能就真回不来了。解放军打不下来的银殿山，一个弱小女子如履平地，这个小玉真了不起啊。